大家好，又到了疫情的时间了啊，不是，就是安全的时间。好，那大家还是订阅一下我的频道了。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好玩的数学问题。OK， 那我今天挑的题目就比较奇怪，就是大家好玩的，就是慢慢解这样。那这个题目呢，就是说 f of n， 如果 n 是偶数 ，OK， 如果 n 是 even， 那我们就把它 divide by 2。如果 n 是 odd， 那我们就把它加3。好，那这就是一个 iterative 的 map。OK， 所以我们就一直 map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规则就是我给你一个数列叫做 a 好了，你随便给一个正整数，比如说你就从 n 0大一点于1开始，你就算 f n 0，然后呢 f f f n 0。然后 FFFFN0， 你就一直带回。好，那题目是什么呢？题目是呢 claim， A 里面呢一定有一项 ，OK， 就是 A 里面一定有一项是一或是3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 ，OK。我们带一个比较，比如说很白痴的例子是 n 等于2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是 n 等于2的话，你带去就1嘛，那1就是4，那你已经看到1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用再算。那 n 等于3的话，我们现在看一下 n 是偶，所以就是第一项可能就 n 等于直接自己，第二项就是3加3就是6嘛，好，第一项是 n 0，好，然后啊第一项3就直接成功了啊，我刚才说什么？那 n 如果是4的话呢，就变成是4，然后送到2，对不对？除以2嘛，因为 n 是偶数。那就算到1，所以有一定有1，对，不是有1就有3 ，OK， 所以 n 等于5呢？ 5呢？哎、欸， 5加3就8了，可是8就是4又2又1了，对，所以这有点像3 n 加1猜想 ，OK， 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呢，你要嘛得到 1， 要嘛就得到3。你如果 n 是6的话，很明显嘛，哎、欸、，n 是6的话，你一开始就会除以 ，OK， 所以 n 是6，那6的话一开始除以2就变成3，对，所以就接下来就跟着这个数列，所以你就一定会有3。好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不管你今天你不管一开始是多少 ，OK， 反正你一定会碰到一或者碰到3 ，OK， 你碰到3之后，它就变成是36，36，36，所以就不是1就是3。好，那你可能你如果一直无聊操作这个，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要证明这件事情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证明呢？其实实际上可以证明啊，我想看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证明，所以证明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p 是 n 是偶数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给它加3嘛，除以2叫做奇数。那我们另一个集合叫做 n0，fn0，f 两次 n0，f 三次 n0， 一直到继续下去叫做 a。OK， 那我要怎么证明呢？这个证明技巧很神奇，因为 a 是一个正整数的子集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知道 a 有最小值。OK。那我就叫最小值 a， 我就叫最小值 a 0好了。OK， 然后我，所以我接下来就说最，那我要 claim 什么？我 claim 呢 ？a 0不是1就是3。好 ，OK， 好吧，那接下来就简单了。我们一旦知道这个有个最小值的概念之后，就简单。OK， 为什么呢？OK， 因为我知道 a 最小值，所以我现在说 a 0不可能是偶数，对，不能是偶数 ，OK， 不能是偶数。好，其实大家原谅我字写的蛮丑，因为我其实比较常写英文。a 0不能是偶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 a 0是偶数的话，那 a 0除那它下一项就 a 0除以2嘛，那 a 0除以2就会小于 a 0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就矛盾，所以 a 0不能是偶数，所以 a 0只能是奇数。所以 a 0是除以2，然后会余1的，对不对？可是 a 0如果是奇数，那它下一项就会加3嘛，它就变偶数。所以 a 0就会 map to a 0加3，然后又会 map to a 0加3除以2，对不对？可是 a 0是最小值啊，所以 a 0加3除以2必须要大于等于 a 0，对不对？这表示 a 0加3会大于等于2 a 0，那表示 a 0是什么？会小于等于3，它小于等于3的正整数啊，又不是偶数，所以 a 0只能是1 or 3。好，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这一项数列呢绝对存在一个的，所以这个证明方法是很神奇的。OK， 好，那祝大家疫情安全。